黄色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一个景点，叫沙漠观景塔。这个塔建于1922年，这个塔高有3层楼，这个墙的厚度呢是1.2米。无声撞击我的生命。Can I go go pay? Yeah, oh, 950. Okay. Okay, good. 从第一眼见到你，就深深爱上你。你能不能借我一秒看我一眼？有点像一个博物馆。这钢琴够老的。越沉醉越沉醉，越浓烈越遥远，我不怕醉，心不怕碎，只要你一眼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，我还是爱着你，我仍你是我的生命，再煎熬也不能成立。山羊的标本，你的笑容声音，眼神呼吸无法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你还是冷处理。保证把华盛顿的标本，好，我们到楼上看。资料上介绍一共3层，他说的有4层，这应该是第二层。这个是第3层。这个是乌龟的标本。这是第4层。啊，这是最顶上一层。既然来了，他的最高处，哇！观景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